哎，今天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在日本。我们今天要派出一个很豪华的一个贵族，右边就是我们的台湾女优吴梦梦。嗨嗨，大家好，我是吴梦梦。然后左边呢，则是我们日本的女优代表，也是我们以前的伊东爱流小姐。那现在改名成 Mia。大家好，我是 Mia。我们要来一个台日女优的快问快答比赛。那规则呢，就是我会先讲。那题目讲出来之后，要在三秒内回答。那输的那一个人要喝一口酒，这样那么简单。我一定会赢。我一定会输了。那现在就这种十题。那我们第一题呢，非常简单。第一题是私底下是个好色的女生吗？像你，一姐，感觉是一样的。第二题，拍摄的现场会不会帮男友暖身？让你一起哦，真的吗？我们再等下题来聊一下。第三题，可以接受男优没有修毛吗？让你一起，大家尺度都很高哎。接下来有没有演出假的高潮的经验？让你一起。很臭的话，你有办法忍住然后继续表演吗？让你一起哦，所以味道大家都不行，味道真的不行。这边来进行个二选一，很丑选一跟很臭选二，很臭跟很丑你选哪一个？让你一起，你都呀，不行啦，不说话，喝酒不行的意思是不是？好，接下来下一题是有没有在拍摄进行的时候放屁过？三二一，一起。真的都有，你看我这说真的都有，很容易吧？下一题有没有在拍摄过程做菜的时候做到抽筋？三二一，一起。你有。那那时候怎么办？哦，小兔妈那个谁？啊，对了，好，那你说不是？我转怎么办？然后就按开吗？啊，对对对，按开，然后再继续的。对，超辛苦的。最后一题，我觉得是对吴梦梦放心。啊，有没有在拍摄的过程中真的喜欢上男优？上你一起。我们可能要解释一下啊，我的男优是男朋友哦，所以我不能回复，没有。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快问快答结束，感谢两位。哇，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没有喝到啦。你知道泡泡浴是什么吗？泡泡浴是存在于日本的一项性服务，曾经被命名为土耳其浴，后来因为抗议而在1984年被改名。在日本风俗店中，泡泡浴属于店铺型性风俗营业一号，上市在维基百科你可以搜寻到的泡泡浴资质。但在我的线上课程不会日文也能风俗自由行，你可以完全透彻的理解泡泡浴到底是什么，由我们团队实地走访日本，到日本泡泡浴店直击拍摄，所有泡泡浴中的流程都详详细细的用镜头拍摄下来。你可能会想问，这是免费可以看的吗？还真的可以，中子通泡泡浴体验全记录都在我的线上课程募资期间购课还可以免费获得，超过募资期间就需要费用加购才可以收看，所以趁现在赶快去资讯栏点击连结，现在在早鸟优惠倒数，搭配我的折扣码 Finger Cheese 还可以折240元，不会日文也能风俗自由行，让你实现你的粉红梦。那我想要先问的这个，我真的太好奇了，在拍摄现场会帮男优先就让他先立起来这件事情是真的吗？对，日本的女优是需要做这件事情的吗？不需要啊，要过来问你啊。对对对，可以帮我一下吗？真的假的？我以为就是那个台湾的男优说的是假的，结果想不到他说的是真的。就是很多他来问的话会很失礼吗？好，比较顺利、那個。对啊，比较顺利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吧，就帮你一下这样子。其他演出的导演啊，他们也觉得这是 OK 的，就是
制作组怎么样，有的是不行的。有些是会觉得说男生跟女生不可以私底下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对，你现在拍了几部啊？自己有算过吗？大概200。一年呢？一年而已，200。我们三个人同时笑到。你的工作量爆炸高，你拍的比我多嘞，一个月才10部啊。啊，对，一天拍3部的，对，同一间片商，然后一天拍2-3部嘛。对对对，啊，这样子就是片酬可以谈比较低嘛，因为台湾很多片商也是这样啊，就是一天拍2部，可是一部不是120分钟左右啊，就是4次本番，所以你一天要8次本番吗？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对啊，对对对。还好吗？那你觉得好的男优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就是他要有什么样的特色啊？对女生很好吗？你自己会觉得哪样是好的男优？做爱结束了后就对我很好，那个还会帮你清理啊？对对，清理一下。那在做的时候呢，有什么比较觉得说，哎，这个是很好的？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有但是因为还觉得人的关系。对，也有可能。我听说，就是在日本拍摄的话是会有脚本的，每一个卡斗都要按照那个脚本去拍，是真的吗？不一定，不一定耶。有时候也有啊。那那个脚本是多久之前会拿到？当天也有啊，最慢就是当天。那要怎么背台词？当天才看到的话，即兴吗？对，即兴。但导演也不会觉得说啊，没这有什么不好的，就是导演都 OK。OK 啊，就是本色演出也没关系。那你自己最喜欢在拍 AV 的什么？是哪一个部分？你喜欢的是成名，或者是喜欢做爱演出，或者是表演的感觉？表演。你喜欢表演吗？表演。我跟你们讲，其实一动爱流也有17的直播，你大概都什么时候播啊？他是想到就想到啊，所以其实可以追踪起来，不管是17直播啊，然后 TikTok 啊那些的，还有 IG 跟 Twitter 都其实可以追踪起来。我之前其实没有想过，就是妮亚的中文可以好成这样，因为他真的他在片里面的那个就是中文都只有讲一点点，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以为是硬背的。因为他只是一个人设，我想说，他说他是台湾人，他是台湾的童星，真的吗？可是他在你就是片里面讲的就只有一点点，所以你之所以还没有在华语市场被大众认识，就是因为你才只讲一点点的中文。如果你就是一半一半，日文一半，中文一半的话，其实你是有可能会在日本和华语市场就是人气暴涨的，因为你长得很漂亮，本人也很漂亮，真的，本人也比片里更漂亮。我有看过你的片，看了2-3部吧，真的。你自己有想过就是要拍几年吗？没有想过，没有想过哎，可能拍到40岁，可以吗？可以啊，哇，这真的是工作狂哎，不会啊。最喜欢做女优，对啊，对女优也的职业生涯也是非常有热忱的一个人。那你有想过，就是如果你不当女优的话，你之后会想要干嘛？真的不知道耶，没有想法，没有想法，都没有想过以后要干嘛，就只是想要现在先当女优。但是当女优很快乐，很开心，很开心。好啦，那就看。有没有差？就是有片就接啊，就有片就拍。他说那个合约的部分，就是跟日本有什么不一样？日本的话是，他们是有一本合约，现在新法他们有一本。对对对，一个月前就要签名啊。那你可以说明一下台湾现在。台湾是没有在，都是当天才签，才签一张合约，就是签上面会有肖像权，就我们可以使用你的照片去拍摄，影片去拍摄。台湾的话，这边通常就是付现金，你们那边是汇款吗？
就是等他们新法的关系，所以现在上架之后过三个月才可以领钱，我们是当天就给现金，所以我们都是拿着一叠现金回去。我还有认识女优是家里藏着一叠的现金，好像做坏事，做坏事才会拿钱。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有台湾女优吴梦梦，然后还有台日女优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就是接受我们节目的采访啊，那两位也跟听友说拜拜，拜拜，我们下次见。